马来西亚14天又14天的行动管制令，导致全国人民都放下工作和一起对抗疫情。再加上我国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甚至比199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更大，大到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2-3个月，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打工的朋友虽然现在有有薪假期和政府的援助金，但是将会面临公司的大裁员或者公司要求减薪一起度过危机。Credit card、personal loan就要延迟一点还。打工的朋友还算是不错，是因为还是有收入 positive income， 只是省吃省用省穿就可以度过难关。做老板的更加苦，更加惨，更加痛苦，辛苦没人知。从2018年开始，面对一年又一年的经济打击，原本政府策划的 Judy Malaysia 2020来刺激我国带来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的收入，已经泡汤了。加上原油的价格下降到已经看不到路了，听说还会下降到低过20美元。公司的负债，公司收不到的钱，公司的贷款，公司的费用，公司员工的有薪假期，在这段14天又14天的行动管制令可以说是零收入还要倒贴，它是 negative income。 尤其是中小企业一路靠 cash flow 维持生意的老板实在太多了。最让老板头痛和睡不着觉的是，老板完全预测不到行动限制令解放后sales 到底会跌多少 percent， 到底公司可不可以挨过这个百年都没有一次的世纪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如果一个不好彩挨不过，公司倒闭，老板来这的5年10年就是找钱来还债罢了，多么的凄惨，多么的悲哀。总之是人民痛苦，国家痛苦，和全世界人都痛苦。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食物，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救命符，它被称为帮助美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食物，和美军胜在有它，说不定它可以救你一命。它就是午餐肉。由于午餐肉比牛肉和猪肉便宜，又属于首次打开可以直接使用，帮助当年大多数的美国人度过难关。由于价格低廉，拼却容易储存，午餐肉成了美军的主要伙食。到今时今日，午餐肉被广泛应用在台上佳肴，早餐、午餐、晚餐和宵夜都有它的影子在。无论是炒饭或者是煮一碗餐担面，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经济，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可口的。今天我要教你们做午餐肉，用300克的肉可以做到将近500克的午餐肉，如果省省用，可以用超过省餐饭或者省餐面，本钱只是将近5块钱到10块钱之间。好吧，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材料，我们有用加工粉、面粉、鸡蛋、糖、盐、胡椒粉、麻油、生抽、双蓉、蚝油，还有300克的猪肉，带一点肥的，还有一包粉。What the？ 这一个是秘密，等下才跟你说。首先，我们要放所有的调味料：盐、鸡蛋、盐、糖、胡椒粉、麻油、生抽、蚝油、蒜蓉、姜蓉。然后我们就开始搅拌，搅拌平均一点，来腌制那个肉馅。过后我们就放我们的那个加工粉，还有面粉一起掺进那个肉那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搅拌，搅拌平均一点。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搅拌久一点，要有耐心一点。要搅到它差不多起
搅的那一个感觉，然后你才可以停。通常是要搅拌差不多将近不是5分钟，是10分钟到15分钟。现在搅拌好了过后，就可以拿去蒸了。现在蒸的颜色是白色的，如果是你喜欢吃面包的话，白色蒸出来的颜色是白色的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要调一调那个颜色的话，这一个的时候就是秘密武器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调调色。这是我们用的这一个粉末，就是红曲粉。红曲粉这一种天然色素来的。准备好了的那一个肉，就午餐肉，就是要拿去蒸，蒸大概差不多60分钟到80分钟。蒸好了的这一个午餐肉就直接可以吃了。不过大多数我是拿去煎一煎它。我建议大家的话，如果是煎一煎的话，最好是割一个花刀，这样子吃到会比较好吃。或者我们可以打一粒鸡蛋，然后跟鸡蛋一起跟午餐肉一起煎。